廉颇，自跟随大王以来，东唐西杀，南征北战。Thank you.
Good morning. I hope everybody's awake now. 首先，让我们来感谢这两位有才华又美丽的两位乐手，我们的琵琶手连佩如，还有二胡手陈怡芳。Well, I guess, 首先我必须要代表所有的工作人员先跟大家说 welcome, welcome, 欢迎，等待了整整一年，终于这一天又来到了。Welcome to the second annual Taipei TEDx. Yeah! <笑>去年呢，非常荣幸的 Jason 跟 Kevin 邀请我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跟大家来做了一个演说。不过呢，今年我们就想说是就玩一点比较不一样的。那么稍微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刚才的这一首曲子呢，是我的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新满堂彩》。好，那这个英文的话就是 New 满堂彩。那这首曲子呢，它可以说是一个融合了东方跟西方的不同元素的一首曲子。不过，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来跟大家稍微来解释一下我来做这首曲子它背后的一些创意的动机。其实我们讲到音乐的话，音乐有几个主要的元素，不外乎其实就是四个，就是 melody 旋律， harmony 和弦， rhythm 节奏，还有 tone color 也就是音色。不管你是哪一种音乐，其实都会用到这四种不同的元素。那因为我自己也是玩音乐的，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就是说其实我们去听不同类型的音乐都有这四个元素，不过不同类型音乐可能有不同的 priority。 例如说在舞曲里面， rhythm 可能是占有最高的优先，可是在传统的国乐里面呢，可能 melody 是占有最高的优先。所以当我在创造电子舞曲的时候呢，我是希望说我取样的并不只是一个声音，我希望取样的也是那一种音乐所带来的独特的美感。那如果我们讲到是传统的国乐的话，其实传统的国乐它很大的美感就是来自于它的旋律的一种伸缩性。举例来说，谢谢怡芳。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其实它的这个 rhythm 是非常非常 free 的。不过讲到舞曲，舞曲的话呢，它的 rhythm 就是这样子，非常 steady。 那舞曲的美感又来自于什么呢？我还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舞曲的美感它就是来自于它的 repetition， 它的重复。就好像如果你跟一个小 baby 在玩一个那种 peekaboo 的游戏，例如说如果你讲说 one two three 啊，One, two, three, 啊 ！One, two, three。通常小朋友就会哈哈哈哈开始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会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给他一个 surprise。所以我觉得舞曲也就是这样子。那么我在这个新满堂彩里面呢，我就希望把这两种不同的美感融合在一起，所以就制造一种新的 surprise。那当然，我觉得国乐里面非常了不起的一点，像刚才那个唱花脸的，有一段是从慢慢慢慢慢慢渐快的，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你给我示范一下，这个我没办法唱的。好，就像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好，如果我把它放在电子音乐里面的话，我有没有办法来把它做得更夸张一点？所以我就用了那个效果器来把它加强。不过加强的时候，故意制造了一个 silence， 因为我觉得在国乐里面有很多它最美的地方，也就是来自于它这个伸缩之后的一个空，而这个是可能在舞曲里面我们比较少听到的。所以that's what I try to do, okay, with this song. 那么至于说我所用的这个机器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很好奇我的手到底是来做什么，在前面的这个，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虽然呢，这个键盘是一个键盘 OK， 不过呢，
接到电脑上面的时候，我是取样不同的声音，包括就是刚才那个京剧花脸的声音，然后还有每一个都是一个不同的鼓，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可以把这个键盘当作像一个 drum set 一样，这样子来表演。那么至于有一个锣鼓点的声音，这个锣鼓点的声音我就把它送到这个机器里面来，这个机器有两条红外线，这个红外线呢就会侦测到我的手的位置，然后从这个里面来加上一些 EQ 跟 filter， 所以这个效果就变成OK， 光是这个机器我觉得就可以玩个半天了。所以这个就带到今天的主题 Unlearn, Play and Inspire。 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 Unlearn 什么东西是音乐，什么是键盘，这不只是一个键盘，这个是 drum set。 我们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国乐，不只是 dance music， 我们其实是无国界，没有任何的界限的。那么 play， 我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好好的玩。那么至于 inspire 呢，就让我把舞台交给我们接下来的两位主人翁了，大家给他们一点热烈的掌声好不好？